港口的运行是叫自动化的装卸，智能化的生产，需要后面还这个把所有的指令所有的信息把它收集起来，整理好了以后输入到我们计算机系统，然后呢由人工智能的系由我们的智能系统变成一个个的作业指令，发送给所有的这个现场作业的这些设备，然后现场作业的设备在无人的情况下面，他们实现了有效的高效的安全的自动化的运行。